哎，站住！迟到36秒，我罚款200。啊，老板啊！他是。哎，这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而且你这明知故犯啊！多罚200。昨天晚上跟莫总玩那个芒果斗地主玩的有点晚了，所以就……哎呀，我不管，交钱。哎，不对啊，小东，这不是马经理的活吗？罚钱应该他罚，你。那马经理今天请假了啊，特意嘱咐我，这个艰巨而重大的任务交给我了，快交钱。啊，还辱骂员工是不是？这多罚一千。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可全程录音录像呢，你要不交的话，你信不信我发到公司群里，让董事长什么都看看啊？很厉害。拿来吧，都，下次迟到的时候多退少补啊。走吧。哎，老板，这个文件着急你签一下。放这吧，行，我一会儿签。啊，好，啊，好。哎，对了，那个老板，不是，放啥了？啥？呀，这不芒果斗地主吗？我一直在玩。对了，那个老板，不是，这藏那啥？哈，你居然搁办公室吃东西是不是？我也没规定办公室不能吃东西啊。啊，那个什么啊？对，但是你看外面员工都吃什么工作餐？你搁这大鱼大肉的吃的，是不是这影响多不好啊？对吧？再说你一个优秀女企业家的形象是吧？不能被这一盘螃蟹给毁了。乖乖，哎呀，乖，松手，我帮你消灭了啊。嘿，那先走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个老板，拿200啊。你拿我钱干嘛呀，小东？哎呀，一会儿帮你消灭的时候买两瓶啤酒下下饭。